天天向上一直都是一档寓教于乐的优质节目，难得的不是一味的追求娱乐至上，而是将娱乐和文化输出并行，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。最缺资源的时候给予稳定的曝光，无二出长成时又一次次提供表演舞台，任何时候都是最坚强的后盾，让这个乘风破浪的少年可以有短暂的放松和充电。而且在以弘扬文化为宗旨的天妈这里，各路精英人士和各地传统文化汇聚，如此的一点点耳濡目染，再加上王一博本来也好学乐学，所以从传统国粹到新兴职业，十八般武艺他都见识过，也都尝试过。在天妈的助力下，造就了深厚文化内涵、文武兼备的王一博，也越来越被更多主流平台认可，一步步登上了更大的舞台。当然，天妈不仅宠儿，也宠粉丝，深知粉丝的心，知道屏幕前的大家最想看到什么，所以每一次都是惊喜加上大饱眼福。在每一期正式节目开播前，天妈都会放出一些节目花絮来预热，并让大家先睹为快。当然，每次大家也都是被吊足胃口，看得心痒痒，但在天妈这里，王一博的酷盖形象分分钟被撕得干干净净，王天天随时带着王甜甜一起上线，毕竟这里有脑洞大开的大大张伟，还有长在酷盖笑点上的前锋啊。本期节目伪装者重新来袭，因为饰演过缉毒剧又是著名的横店鹰眼，所以这一次不管是卧底还是要找出卧底，王一博都是信心满满。不过刚一开始酷盖就破功了，先是大张伟一句话让王一博笑开了花，秒变小可爱。随后当大张伟指出怀疑前锋是卧底的时候，王一博又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古灵精怪的。天妈放出的两段视频，王一博虽然没说一句话，但是都成功抢镜，因为他的笑容真的太甜太治愈了，看着就心情愉悦。果然还是天妈最会宠呀，节目组极致宠爱，兄弟们暖心呵护，老妖小括弧疯狂上升，王一博录得开心，大家自然也看得开心，志趣相投又都合得来的人聚到一起，这样其乐融融的氛围，也难怪节目会广受好评了吧。